下面是《无量寿经起心论》的原文，这一段文字。论语：一念至心回向，即得往生。这一句话非常肯定，没有丝毫怀疑。啊，一念至心，关键是一念至心。实在是跟偶益大师所说的信愿持名。偶益大师讲具足信愿，真心真愿就能往生。啊，品位高下呢，在念佛功夫的前身，能不能往生呢？在信愿之有，真有信愿，阿弥陀佛就摄受了，所以一念都能往生。啊，四十八愿说十念，偶益大师讲十念或者是一念都能往生。这不是普通人呐、啊！偶益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，莲池是第八代。啊，接着是行者诚能一念心入，何须更论种种功勋。啊，这句话很重要。念佛的人，行者就是念佛的人，真正求往生的。啊，最重要的是一念心入。啊，关键这个字在诚，真诚，真诚一念心入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念佛人求往生的人，除了阿弥陀佛之一念之外，他没有第二个念头。这就叫诚，这就叫一念心入。啊，这个如如弥陀愿海，入极乐世界，入阿弥陀佛的讲堂。啊，不需要再去修其他的功德了。我说功德比功勋呢容易懂。啊，不必再修其他功德。就是一句佛号，这一句佛号实在是他能够将八万四千法门一切功德都在其中。啊，说得更大一点的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修集的无量无边的功德也在这一句当中。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究竟功德，是圆满功德，你全修了。可惜没人相信，啊，没人能懂得，啊，难得了祖师大德跟我们念出来。